百年集团今天却会在我手中。你从小跟我学习，为了学习把婚都离了，我心不甘呐，我心里难受。六子四十多岁没个媳妇，我的心里难受啊，跟刀子扎的一样啊。师傅，师傅，我愿意，我愿意跟着你干。我们资金紧缺的时候没有钱置办服装，用寿衣来当行头，没有舞台天天低头当舞台，没有掌声雷雨声当掌声。那边人能听得懂，然后还能把你们都当主人。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拖累了大家，大家也为了生活啊。爸，我们都支持您。好，老伴啊，辛苦你了啊，这半辈子了，没有你的支持，我们这个剧团呀支撑不到现在。我们这个大樱桃果脯是精选五莲山优质的大樱桃去核烘干而成，这个是我们的樱桃红酒，是1.5度的半干型。我们呢采取了严格的生产把控措施，特别注重啊技术提升，从各个环节啊来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质量是产品的生命，也是企业的生命，你们做到了关键。下一步啊，我们还要加大对企业文化的投入，多做社会公益活动。啊，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喂，你好，梁科长。好心，不会没人接。你一定要传下去啊。你们不是要演戏吗？没什么人，我们不演了。人家梁科长又来电话了，说还是邀请咱们连山剧团去参加县组织的乡村文化振兴文艺汇演的事儿。哎，都解散这么久了，小人狗仗人势，卑鄙，说你呢。那时候我小不懂事，让你伤心了，在这儿给你道歉了。哦，看着这么脸熟啊，这不是老三中的校花吗？你叫严？老同学，你可真会开玩笑。严春花，癞蛤蟆和天鹅的故事。大家知道鹅和癞蛤蟆的故事，这大艺术家走的怎么像肥鹅呀？老伙计们，排练起来，咱们给乡亲们呢唱点好戏。对一个老少爷们围成这样的小戏班，还用得着检查督促吗？我想啊，只要是咱老百姓喜欢的，就是咱全社会需要的。多年的媳妇熬鹅，一家和睦团圆了。Wow.